教育整顿真的能够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吗？有必要的话倒查20年。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，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3级跳。谢谢干爹。你们只要不碰到警戒线永远是安全的。10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？都被截住了。有太多人不明不白的死了。杀人犯是高启强啊。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的压下去。安心，怀疑我们局。安心，杨师兄，有同志有问题。逃跑之前从未参与。你刚出来又要跟谁呀？所有人。京海的风浪很大，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。我怕风浪大，风浪越大鱼越贵。我要的是真相。是妥协。这么多年多久了，你怎么才一放了？因为一直没有抓住你。耽误你了。别动，警察。这背后的保护伞更